完了嘛，完就完噻。大家新年好，我是 KK 他是。对了。大家依林，对，我叫依林哈，这个那就我是啊，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上市的房产四号 Milton Avenue Clearview 啊、，OK 这个要清清嗓子了哈，这个很简单的一套房子，双砖房，1985年盖，比我年纪还要小一些哦，然后三房。一厅一卫，土地面积696平，距离市中心开车15分钟的距离，在正北区。这个整个后院都是成熟的果树，然后呢，这个房子里边的建筑配置，那么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接着往下看视频，会带大家看一下视频。简简单单的一套房子，那么三房现在可以了。小苹果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你说小屁，我还以为你说小屁股呢。屁股，吓我一跳。对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小苹果，这个啊，三房一卫一厅。好，这个好了，疯子已经开始上线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结束这个视频啊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不要忘了跟我们联系。这个我是王依林，这是 KK。再见。